大家好，今天是我力量举 Peking 计划的第七周，也就是重量非常大的一周，所以这一周只有三天训练。今天呢，内容是深蹲，是415磅1×2，然后455磅2×1。这455啊，离我的极限也就差不多50-60磅的距离。现在，对，这就又在这种超大重量的边缘进行这种轻微的试探。行了，废话不多说，咱们现在去健身房了。最后一组热身，405。今天腿感觉还好，虽然 hamstring 还挺酸的，但是蹲这个重量没什么问题。就是今天主要是手腕，左手手腕有点疼，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深度有问题，待会儿看看录像吧。Another shitty essay at the gym, but I'm gonna stick it out. 第一组当热身吧，反正我这单腿现在力量还挺强的，然后从下一组开始做 RPE10 两组。这训练吧，每次训练都会有这种特别屎的这种一天，就你感觉什么东西都特别沉。我是从上周练股二还没缓过来，我这 hamstring 现在巨疼，然后今天蹲深蹲的时候就非常没劲儿，然后今天训练就感觉特别屎，就感觉什么都没劲儿。反正训练嘛，总不是一帆风顺的，你这备赛期12周、16周或者短的8周，总会有这种特别屎的一周或者2周或者甚至1个月，但是呢，这屎一样的训练呢也是你需要应付的，所以说这本来就是准备比赛的一部分。训练总不能你天天都破纪录，天天都感觉巨好，总会有这种特别屎的一天，所以不管怎么说就继续坚持吧，对吧。这是什么情况？他妈315推不起来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雪崩。我这热身的时候315都没推起来，我不是什么情况啊？这两周又跟屎一样。今天热身推个3片都推不起来。我一会儿还320磅做3个，这谁能做起来啊？不知道为什么，没睡好吗？昨天晚上是睡得挺少，但是也不应该力量差这么多啊。我真感觉我力量突然减了20磅，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种也是正常的，对吧？训练总会有这种天儿的，所以咱们就继续吧。
start my day. Let's take it. But I mean, like, shoulder press feels fine. Just bench sucked today. Bench really sucked today.减重的原因是因为刚才最后一个 rep 已经 RPE 快10了，这个本来应该要 RPE 8，所以得把两边10减 ，keep RPE the same。你呢？这两周真的跟屎一样，这两周真的屎的不能再屎了。这应该是我训练以来为数不多的，就连 prescribe 我也都做不了。也许我上周，就我上周拿 slingshot 推385，胸的 stress 太大了，没恢复过来。所以今天就不做多余的吧，让身体好好休息。毕竟这周明天还有一个 deadlift session， 460多磅吧。deadlift session 还挺沉的，让身体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还得硬拉的。这周胸就这样吧， you gotta work with what you have。所以咱们还剩两组 shoulder press 就回家了。其实刚才接水的时候想啊，人其实都是这种时候受伤的。我觉得就我自己是那种特别能 push 自己的人，就是我每次训练嘛，就如果不把自己操死的话，我就觉得没练够。就之前高中的时候，我就因为练太狠了，我把自己就生生练成肌肉溶解和横纹肌溶解。当然这个故事可以以后给大家讲。其实我觉得就是每次都是这种时候，就是你不行然后你自己非要想试一把的时候，人都是在这种时候受伤了。所以说就有的时候不要太自大吧，怎么说，不能说自大，就不要太自以为是，对自己太过自信了吧。我觉得健身就是一种这样的过程，就让你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很多时候你这一天就是糟糕的，你就得承认，对吧？这就是事实。你不能说我天天都好，天天都有力量，这是不可能的。你总会有像我今天一样使了一逼的一天，一周甚至一个月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时候呢，真的就是放下你的 ego， 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对我而言，就这种时候要承认自己今天就是不行，然后把重量放轻一点，完成今天的训练就行了，没必要非要在这种时候来挑战自己。你像我之前就是硬拉 PR 的那一天，在我频道里之前那个视频，那我那一天真的我就感觉就是特别好。从我拉180公斤热身的时候，我就觉得这180公斤轻的一逼，最后我就 PR 了。就是但是吧，就是你那种天你是知道你自己就很牛逼的，那种天你确实得试一下。要不然我觉得对于我的话，就是我是那种，就是我的人生信条就是不想让未来的自己后悔。就如果那天我不是520公斤，不是什么520公斤，如果那天我不是520磅或者555磅的话，550磅的话，我肯定会后悔。所以那天试了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像今天这种天呢，就真的就承认自己不行，然后降低点重量吧，这个完成了就行。就现在这种日子就不要非要完成一些大重量，就人都是在这种时候受伤。这个就是我的感想吧，不能算是肺腑之言，本来想说肺腑之言，那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吧。就是健身嘛，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总有让你开心兴奋的日子，也有让你沮丧失望的日子，但是总要适应嘛，两种日子都要适应，对吧？然后健身的路才能长久，身体才能健康，对吧？